体报道，将于5日播出的 KBS 2元祖旅行设计综艺《Battle Trip》中，将带来组合 1&1 朴智勋、朴佑镇20岁花样旅行篇，并公开了两人在旅行中的最新预告照，散发比格魅力与令人欢喜的淘气感。同时，节目制作组方面表示，朴智勋、朴佑镇充满活力与能量，是只看20岁的心动与清新感，也能充满精气神的旅行，真是两只能量宝呀！请大家多多期待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